会向木的性情化作幼嫩的质感，知影木的纹理化作根本的触感，通木的气息化作品性的通感。树木始终贯穿在咱人类活动的轨迹当中，接下来就带着阮的镜头，斗阵来看闽南的木艺术。欢迎来到《闽南同天下》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来收看今仔日的《闽南同》节目，我是陈星。金木水火土五行元素是咱国家古代哲学家的智慧结晶，闽南的台北市对伊的运用也是相当的广泛。那顶礼拜，陈星就甲大家斗阵分享咱闽南文化当中的金质的元素。发现到伊真特别的一面，那今仔日啊，咱来讲另外一个元素木。自古以来，这个木甲咱人类的生活是联系非常的密切的。用茶做的物件，咱每一位都会当画到。比如讲，用茶做的桌椅，也够尊品顶。那闽南人啊，对木有着特殊的情怀。简单的一支茶，伫闽南人的手内，会当人变做各款各样有意思的形态。咱到底来去看卖诶？透早，漳州木偶头雕刻大师徐德初老师就起身坐到了工作桌前。伊提起工具，非常专心地雕刻着一个木偶头。出世伫木偶雕刻世界的伊，自细汉就甲木偶雕刻结缘。木偶生命伫伊刀下不断诞生。戏剧当中的生、旦、净、灭、丑各种行当，应有尽有。各位面目无常，性格无常，生动传神，非常的逼真，堪称艺术上品。看起来真平凡的一块茶，起身的手煞予伊神奇的生命。伫个未上台的这时间内面，木偶安静的待伫个家己空间内面，单台一个锣鼓一弹，就那亲像予人叫起生命共款，有目神。而且伊个喙须、头毛拢会振动，演出一出又搁一出的人间奇幻厉害的咖喱戏。也毋过要雕刻出有着生命力的这木偶，其实淡薄拢袂简单咯。每一摆落刀之前，起先拢会详细研究，认真的来去思考，伊要找这人物的身世、身份，还讲伊的性格，伊爱什么、讨厌什么。伊现实生活当中的人作为范本，以对齐、平行、对比、调和的艺术法则，用造型、线条、色彩等艺术手段，以用初心为对象来做到团形的这目的。根据此前介绍，伊曾经为了更加团形的来去刻绘人物，佮专门走到剧场来去看。因为我平常时来讲啊，真爱。听广告，真爱看戏剧，啊！即我对我以后的这款啊塑造人物啊，啊雕刻木偶艺术啊，有真大的帮助。所以我做这行的时阵，就非常兴趣，即特别兴趣听广告，啊看即落啊古代的小说，啊所以我即的时阵有寡物件就讲给囡仔听，啊囡仔听到哈哈大笑。
啊，我就利用这个发经啊，听了故事的表情，也乐观的表情，做一种现象。啊，老伙仔的时候，我就观察我老伙仔，伊会走路啦，吼啊，即落啊头壳是刺刺啦，吼啊，即背是弯的啦，吼啊，真乐观啊呢。啊，伊只关节啦，吼，伊只即落啊五官啦，拢一突出。齐贤的手艺有法达到这么纯熟完美的境界，不是一日两日做到的，是伊对木偶事业的无限热爱。四十多年来，伊到底拢认真踏实地来做，创作顶面非常的认真，追求完美，达到拢真讲究，精益求精。伊传承的唔那是一项制作工艺。也是对咱国家传统文化的守护和发扬。伫底厦门有安尼一位雕刻手艺人，伊服务木又阁是另外一种生命形态。伫中山路附近的南桥巷32号，有一间大约7平方米的厝啊。四季无看到招牌，本来就无大个空间内面，摆着大大细细谷歌印成品、半成品甲原料。谷歌印雕刻传承人潘海源收到这间小店已经得要20年啊。对伊来讲，谷歌印承载着因家族整整5代人的记忆。啊，阮太婆伊当初是我听讲是。就是讲伊哪咧教册啊，哪咧做，教阮做的时阵是全咧做即落个，啊教阮人工，啊就讲算下要算下，就是讲只有我知影，就是讲我阵算伊算下，我阵算第5代，我住6岁就接触啊。哦，6岁哦。6岁，因为伫个阮人工咧做的时阵，我就接触啊。开始亲自操作，7、9年开始。初咧做的时阵，难题真多啊，去倒也袂知。吼，一日枕头是起码挂破7、8空是正常的。迄阵咧学起来，还佫一个腿啊，腿举起来，包括一支刀也袂知，腿啊曲个袂知啊，佮曲着边头骨落，一支插腿佮曲对手个落去，曲啊乌青啊，肿起来，是啊，即个是安尼吼，是安尼个，啊，佮有时啊曲无会知，曲无好势，规支刀拔出去啊，你阵才学甲，真艰苦，学啊有时啊插腿唔敢出力啦。唔敢出来，惊出来咯，惊磕着手啊！啊，搁一惊刀飞出去啊！是会安变安尼啊？是我哩哩做时，俺直做啊，熟手来就袂啊，是做啊几落年了，来基本上熟手啊，哦，是安尼。确实，想要做一张精美的谷歌印，需要有一定的功力。根据潘海源介绍，做谷歌印的时阵，需要先对几两块木材固一块插落来进行抛光，然后伫顶面画出图案的轮廓，再用刻刀刻出形状。雕刻的时阵，先对中央入手。传统的谷歌印是一面刻骨图案，一面刻寿桃图案，两边分别刻铜钱，则是矩形。即阵。潘海源始终坚持伫个家己个工作室，唔插电个刻雕谷歌印，因为伊认为手工雕刻出来个谷歌印有法印出有立体感个花纹。机器哦，因为我无法代替啦，代替袂起来啦。因为你家看你，咱只手工个花草刻起来，印起来是肯定看到真立体感个。是。啊，你也是电动刻起来，伊印起来是真死板啦，伊刻个真死板。手工雕刻技艺，互木伫个闽南变化出各款美丽形态。除了咱拄只讲到即木偶头，也佫古印闽南的木，也佫会当人是一张非常精美古琴，弹出优美古朴乐器。即古琴是咱中国上界古老乐器之一，相传上古时期顺治琴为五弦，后来啊，即文王又佫增加一弦。武王伐纣的时阵，又搁增加一弦，所以啊，这古琴叫做七弦琴。
对外形顶面来看，这古琴呢是顶面是圆的，下骹是扁的，体现的是古早时的人天圆地方的朴素观念。古琴虽然讲伊形状啊较素洁，也毋过伊制作过程是非常的复杂。按照制作流程的先后顺序，可分作选材、定型、造棒、合琴、灰胎、下磨、定灰、安卓、面擦、上弦等十几道重要工序。作为第一道工序，选材是制作一张好琴第一重要基础。在当代就有选良材用艺深500年有正音的讲法。老木材的含水率稳定在10%左右，对空气湿度的变化反应无大。甲新木材相比较，老木材搁较袂变形、袂变。木性相对比较稳定。古琴制作材料是真重要的。挑选最近的木材呢，一是看伊的纹理，真正有经验对材料熟悉的师傅呢，看这个纹理，伊就知影这个材料的密度甲硬度，伊的生长环境就知影。還有一個就是聽聲，若是用聽聲的，這樣師傅的經驗一定就很來怪。還有一個腳的方法不同，聲音就有區別了。經好處理好木材，社建東就會開始製作古琴。古琴經過幾千年的發展，衍生出很多樣式。贾建东为这张琴拣了重年秀，一位好的做琴师傅会根据每一张面板材料无相，设计相应的做法结果，这需要天赋和长时间的经验的累积。做法制作完成以后，阁选择甲伊相应的对板。下去试音台进行试音，根据音色表现对座部和对板进行针对性调整，一直到我发出第一好的音色。用最好的面板和对板用青菜连起来，这就形成了古琴的共鸣腔，搁安好配件，一串古琴就初具形态呀。木工制作完成以后，就可以修擦。按照传统制作工艺，灰胎制作需要反复几多遍对错校油，一遍一遍的修到底琴身顶面。在制作古琴面擦前，需要进行定灰和安卓。古琴的面擦用顺青擦、彩用胶擦修涂，一修二照，是第古老、第原始、第传统的修擦技法。等待面擦完全打以后，就可上弦。这是古法做琴的最后一步，到这，一张古琴就完成了。对一块古木，到一张音色真好的古琴，谢建东处理材料用4年时间，制作用3年，每一道工序，每一摆处理，每一位的细节，拢有着谢建东的真侪付出。
这就那亲像是一场修行，嘛是谢建东感觉讲家己在欢喜的一个旅程。看到这，但是感觉万难万苦，确实是每一位拢有。那接下来，咱要讲的这个幕啊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，拢真熟悉，那就是一边制品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平常的百姓厝内，伊是第一经常看到的生活用品。在以前，竹编制品是大家经常用得到的物品，特别是在竹子资源丰富的闽南地区，各式各样的竹编制品用到生活甲生产当中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，竹编工艺被归类到工艺美术行业，进入到艺术的殿堂。技艺高超的竹编大师也开始出现。因用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，精心打磨一件竹编工艺品，一挂技艺精美的竹编工艺品，甚至被国家领导人当作鼓励，送予国际友人。这个叫做混金版，做这个是做的是接受到国家文委。无设计制作老少俱全是出访东欧的国家礼品，这个是三十件礼品当中的一件，所以这个花瓣全部是用竹来破个，敢那头毛丝遐油的，咱摕咱迄种针来穿穿个过的叶皮丝，然后插花即个花蕊哩。都都甲纸上薄，所以这嘿，这是从头到尾非常精细的编织成有混金图案，内面是用咱竹工落去做单。除了传统的竹编制品，陈清河老师也在1991年初创造出一种新艺种——钉铁工艺，用钢铁和钉丝卡苗结合，工流并济理念体现在工艺当中。是啊，钉是软的，铁是硬的，能不能工流并济，两面结合，创出一个新的物件？所以就画图画起来了，葡萄下了这画了，我赶紧去到车间机修车间啊，因为要铁嘛，当时就铁来做架，这叶呢用铁皮来粘，这个葡萄粒按铁珠来粘，我做起来了，这个头一卡就出现。我差不多欢喜去两三日。陈清河先生对竹编工艺的热爱，体现着木在闽南人生活当中的重要地位。闽南人嘛，把木的元素延续到更加广阔的所在，海柳雕、东山的特色工艺品，伊的造型非常的特别，感觉嘛真清雅，所以也因为安尼出名。海柳是生在海底珍贵的灌木，是海生植物铁树科。东山海柳雕刻艺人以海柳作为原料，进行艺术加工，雕刻出各款的工艺品。沙文定是当地出世大汉的东山人，叶老爸则是一代海柳雕刻大师沙清河老先生。细汉的时阵，老爸总是带伊伫沙滩顶面、渔船顶面佚佗。伊捡贝壳，老爸捡海柳。淡薄，伊背着老爸捡海柳，捡海柳，
老爸在雕刻的时阵，伊就伫个边头看。四十多年过去啊，专门的有一名单纯的少年家啊，变成了一代海柳雕刻大师。根据三文的介绍，海柳雕的雕刻大概分作设计、拍磨、雕刻、抛光。设计指的是根据海柳的形状和特点，以及对题材的理解去绘制图案。而拍磨是第一考验雕刻家耐心的一步。拍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再现海柳的形态。如果用刀来刮，真容易影响后续雕刻的效果。所以这一步虽然无法体现一名雕刻家的技艺，但是体现因对雕刻艺术的不断追求。接下来就是海柳雕工工艺第一关键的环节——雕刻。如果讲拍磨是一个需要耐力的代志，那么雕刻就是一个技术工。雕刻的时阵，需要工巧，非常专心到耐心。唔通看这么小的一个图案，当中蕴含着咱看袂到的刀工以及工巧高超的技巧。非常生动的图案，加用一份力。嫌轻，就用一份力嫌轻，当中体现着沙文德独特的心思。经过几日的雕刻，沙文德已经开始最后一道工序——抛光。抛光有两个原则。一个是保光，一个是保法。保光指的是金色所在个保护好，而保法就是伫个气度雕刻刀分离的同时，个保护好原来雕刻出来图案。抛光这步看起来简单，却是一个全手工的工艺。沙文德昨日拢搁伫个工作室当中，用幼沙纸抹几万道，最终照仿用一个生动精致的海柳雕成品展现出来。外灵外现的摩托头，也搁幼路的古印，李冠是因的特别作品，最工真复杂的古琴，也搁那亲像四面六个海柳雕。这拢是闽南人服务全新的面貌，一个宁夏的手工艺人，和闽南文化当中的木有着辉煌的一面。闽南的木的技术，未来的潜力是无限的。好，观众朋友，咱讲了这金甲木元素，下礼拜六啊，咱要甲观众朋友到近啊来探讨咱的生命之源水。卡斯讲，观众朋友有甚物想法或者甚物意见，都会当人通过阮为您下面的微信公众平台，也够单身的微博来甲单身交流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最后甲大家提醒一下，明仔载礼拜日的暗暝六点，闽南食透透会继续带大家啊，到店来去闽南食好料。拢有甚好料呢？咱赶紧来看卖。闽南食透透，泉州之音搁咧继续咧。主持人阿良继续完成主持任务。除了泉州市府，佮要去回碗找正港的美食，咱做阵继续探索奇妙的泉州美食啦、啊！